瑞士天母地区在早上10:30发生了一起车祸，这一辆百万跑车不小心冲撞停在路旁的车辆，把人家两辆车呢都撞得扭曲变形，警消将受伤的驾驶送医，并且了解事故的原因。那么停车格里头的黑色轿车左边车头被撞凹了一大块，呈现半毁，前方的白色小客车呢车尾严重的变形，后车厢因为撞击力道太大，整个都被震开来了，车头也是伤痕累累，看起来惨不忍睹，车子零件散落一地，还有一大滩的汽油，现场一片凌乱，在地上还有两条长长的刹车痕。白色跑车呢，疑似是因为操作失控冲撞了路边车辆，警消赶到现场将驾驶紧急送医，至于车祸原因还需要有待进一步的了解。